梦兰，可心，我给你们送东西来了。啊，欣怡姐，好久没有来喝点热水。刚吃了药，效果还没那么快。平时还是要多注意身体，胃不好，早饭不管再忙都要吃的。没事的，梦兰，我还年轻，这点小毛病扛得住。欣怡姐，我怕你是在装痛，不想干活吧？ 雨辰，你说的什么话呀？我是那种装病偷懒的人吗？是啊，堂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看你们两个是什么表情啊？我只是跟你们开个玩笑而已。所以说你没个阵型，难怪女朋友都还没有。你看人家小发比你还小，孩子都打酱油了。哎呀，你别说我，你都还没结婚，我着什么急？欣怡姐，你今天就在家里面休息，我出去干活了。 好的，梦兰，等会儿我好一点了，我出去找你们。嗯，好。欣怡姐，晚归晚到，归到现在好点了没有？要不要带你去医院？没事的，老毛病了，我没有那么娇气。要不我去给你买点药回来。真的不用了，雨辰，你快去忙吧，药我已经吃过了。那好吧，你就在家好好休息，那也别去了。啊，好的，欣姐。梦兰，可心，我给你们送东西来了。啊。 欣怡姐，你小心一点嘛，有没有摔到哪里啊？没事没事，只是可惜了我给你们带的东西吃不了了。只要你没摔到哪里就好了，欣怡姐，你身体本来就不舒服，还跑出来干嘛？我怕你们干活累，肚子饿了，所以去街上买了点吃的给你们送过来。可是，没事的，欣怡姐，这点活算什么？你先坐在这里休息，我们把活干完一起回去。嗯。 对了，梦兰呢？她不是跟你一起在干活吗？她肚子不舒服，去上厕所去了。哦，可心，这个还可以吃的，你要不要先吃点垫下肚子？等梦兰回来，我再跟她一起吃啊。哦，好。